各位發展商、各位嘉賓，大家好。好榮幸今日我可以得到由 Capital 資本雜誌頒發嘅室內設計獎項啦嚇。咁啊，首先我要多謝我公司嘅同事啦，同埋我哋嘅施工團隊啊，佢哋合作無間，先至可以能夠啦嚇，好準時咁同埋有質素咁完成我每一個項目俾我嘅客户。我哋公司現階段咧主要集中做嘅項目都係住宅啊、辦公室同埋商鋪為主嘅。咁希望來年咧我哋可以接觸更多不同範疇嘅項目。上年咧，我哋公司咧都有好幾個比較優秀嘅項目咧，得到其他嘅獎項嘅嚇。咁啊，並希望咧來年咧嚇，我必定會帶領我團隊咧，以最專業同埋最優秀嘅服務態度啦，去完成每一個項目。多謝。